好，我要转账，把所有的钱都转到这个账号上。经理啊，你讲，张美玲的账户转了多少？50万美金。哦，这笔钱都是他骗来的，千万不能转走，马上冻结。女士您好，我们系统稍微有点故障，我领您去 VIP 柜台稍微休息一下，等这边系统处理好再帮您办，可以吗？这边请。这边。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就这儿。咱们有卫生间吗？有，这边直走右拐就是。需要我带您去吗？那个，这个先拿好。谢谢，我自己去行，可以。人呢？在贵宾室，请跟我来。您好，主任，人呢？在卫生间一直没有出来。王爷，进去看看。来，这边请。别了，他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有一会儿了。请详细说一下。我们发现账号有问题，就带他到 VIP 室，他要去洗手间，他现在都没有出来。怎么样？人没在里面。不会啊，没见他出来啊。坏了！喂，我去了银行，但是没有转账成功。他们认的账户把警察给找来了，我一看形势不对，我就撤了。你现在安全吗？有没有人跟着你？没有，我换了身衣服，戴了眼镜帽子，递开了摄像头，他们肯定认不出我的脸。我把相关的证件也丢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那个账户还转吗？先不要转，根据你所说的情况，警方很有可能掌握了我们一些账号，至于掌握了多少，是哪些账号，现在还不清楚。这个时候转账太过危险。前些天你不是转出一部分吗？加上这些，手头上的资金应该够用。好的，好的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他们把我的爸爸和妹妹都拉了进去。我爸爸在里面经常遭到毒打，也是在夏阿姨的帮助下逃了出来，而我的妹妹被传销洗了脑，把自己的同学也骗了进去，结果被失去理性的同学给打死了。让一下，儿子，爸，爸，我对不起你，爸。我们对不起小娟，爸爸是坏蛋，爸爸是混蛋，爸爸不是，爸爸是畜生，爸爸是爸爸，爸爸是畜生，
我叫汪志和，刚才我儿子说的都是真实的，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。我因为交错了朋友，我因为好色被他们用美人计把我拉进了传销组织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的下场就是这样了。我的儿子差一点成了残废，我的女儿被传销组织洗了脑子，最后在传销的窝点被他的下线活活的打死了。我的儿子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能上舞台跳舞了，我的女儿再也不能跟我撒娇，再也不能惹我生气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就是传销是犯法的，传销害人害己，传销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，亲人和亲人之间互相利用，互相欺骗，互相残杀。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这不是金钱吗？这是恶吗？大家都看到这个幸福工程不仅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腰包，更重要的是掏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。刚才老柴还说，幸福工程不去杀人放火，可是比杀人放火更有甚，更可怕。你们在那里待的那些日子，他们在干什么？让我们每一个人滋长贪心，滋长怨恨，说你的前景如何如何美丽，其实呢，它是虚假的，空的，是让你画饼充饥呀。喂，在这个幸福工程，你们每个人待了多久，我清清楚楚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拉下线。那你们拉的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你们最熟悉的人，有你的长辈，有你的父母，有你的兄弟姐妹，都是你们最最至亲至爱的人，利用了他们的信任，相反的去践踏他们的信任。西的来宾阳光工程这个案件，这其中呢有一个故事，一个做妹妹的想啊拉下线了，她忽然间就想到自己的姐姐，就给她打电话了，说姐姐想你了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，还有呢我特别想吃你做的面。于是呢这个姐姐呢就毫无犹豫地过来看他，一来没有大半天的功夫就进去了，就躲进去了，就被网进去了，就被套牢。是我。再不能自已经停息了。过去呢不会撒谎他也会撒谎了，不会编造他也会编造了，不会害人也会害人了。你们说说这个姐妹之间这种情感能补救吗？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杀手。杀手。这位李姐，她是为了想让儿子考大学，他攒点钱给孩子作为学费，到这个幸福工程窝点来。还有七哥，应该说呢他是一个孝子，为母亲的手术去攒钱，可是呢
直到今天，血本无归。还有咱们的老柴了，他本来呢已经走掉的人，但是呢因为我又把他呢引回来。我本来以为他能够帮助我，可是呢他适得其反，他被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洗脑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呢他家里太穷了，不满足，想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大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无以复加的。其实受害的人不仅仅啊这王志和一家，是你们大家都受害。大家好，啊，我来说几句啊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市工商局的副局长，我叫张海波，不是来抓人的啊。其实啊，市委市政府对你们都很关心啊。刚才杨市长在电话里还让我转达他对你们的关心和问候，他还让我告诉你们，由于你们大家都是受骗的，你们其中很多人已经身无分文了。因此市政府决定你们回家的路费全部由市政府负责，不管路程多远，一律由政府购买三日以内的车票送你们回家和亲人团聚。局长，那我们被骗的那些钱还能要回来吗？幸福工程这个案子涉面广，金额高，市政府非常重视，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。市公安局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捕网头，一旦网头落网，政府将收缴他全部非法所得，尽量减少大家的经济损失。你们就安心地回家吧。自己的家属，下车小心一点啊！来，跟我过来这边。没有找到家属的来跟我登记。没有找到家属的来跟我登记。